算羡慕死我们啦、啊、他们两个以前在学校已经是天造地设的校花校草了，干嘛一见面就给我们戴这么高的高帽嘛？就是啊，我们又不是刻意表现的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本来就是很好的。哎、嗯，幸会，你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怎么可能，说好带老公来的嘛。哎，你老公嘞、嗯？他去停车，等一下就来。那你老公呢？哦，他们的律师楼要打算进军中国市场，所以他到中国去考察了。做生意呢就是这样子的，艾迪每次也是要飞来飞去。上个月啊，好不容易逼他拿两个星期的假陪我去迪拜度假。听说迪拜真的很漂亮，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去，是我们住过的帆船酒店，那边的风景又漂亮，房间又舒适。哇，那不是花很多钱吗？钱都是我老公付的，我不是很清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找不到车位。这就是我老公。哦，嗨，我是 Eddie， 这是我太太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叫我圈好了。哎，好久见。来、hey, ，先生要喝点什么？啊、红酒吧。听说你们夫妻长期在国外工作，刚刚回来是吗？对啊。那你们这次回来是打算定居吗？嗯。艾迪回来是接管家族生意的，而我的公司是打算进军新加坡的床褥市场，所以我是回来当开荒牛的。你也在床褥公司工作？没错，我是 Relax 东南亚区的营业主任。哦，那么巧，你们两个居然是同行。哎，哼，你也在床褥公司工作？是啊，我在公司里当财政主任。那你们是竞争对手啊？多多指教。不过我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的关系而手下留情的，因为我不喜欢输的感觉。我也一样，只喜欢赢。看来我们之间的竞争会很精彩哦。请问黄先生是做哪一行的？哦，我现在是……他是律师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他不是已经辞去了律师行的工作，在家里带孩子了吗？不是有好几年了吗？我虽然已经辞职了，但是我还是有律师的牌照，应该可以算是律师吧。哦，当然还算是律师啦。而且我听说你在联络所提供法律咨询，那也挺好的啊。对不起啊，秀慧，我不知道你没告诉大家，所以……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男人当家庭主妇了嘛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王先生，你的勇气可嘉，让我好佩服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蛮可惜的啦，因为老公说现在真的很缺乏有资格、有资历又有能力当上大法官的人。哎，可惜你辞职了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再进修个博士学位，一定有机会的。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看你怎么去看待，我现在这样很好啊。也对啦，其实法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如果有爬得更高的机会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如果换作是 Eddie 的话，我一定会要他努力争取的。每个人志向不同，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，对吗？好，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噔噔噔。我来了。哎，龙轩去了哪里啊？怎么会找不到他的？他一定是在附近的。啊，还找不到你？还要不要玩？啊，不要再玩了，时间不早了。龙轩要睡觉了。不要，我不要睡觉。哎，不行的，现在很迟了，小孩子要早点睡的。我还要玩。荣轩，你喜欢跟新手叔叔玩吗？嗯。如果让爹爹妈咪知道你跟新手叔叔玩得那么迟都不肯睡觉，他们会生气哦。那以后就不会让你跟叔叔玩了。哦，我现在去睡觉。嗯，好了，睡觉了。你真的介意吗？你把车停在哪里啊？你是不是真的介意我当家庭主妇啊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个问题。有些问题就算你不提，它还是存在的。我不喜欢我们这样。你
一切都已经是事实了，听了就会有改变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要我怎么做？我说了，你就会改变决定吗？如果当初你知道你要当家庭主妇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念法律当律师？我真的很心痛。心痛？以你的能力，明明可以有更好的成就，你却选择了放弃。我不是放弃，我是为了你跟荣轩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当初认同我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支持我的，但是你越来越不能接受我们的协议了，对不对？走吧，龙旭还在等我们。他睡了，我好不容易啊才哄他入睡，这小子啊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，哇，差点都累垮了。你终于明白了，不然你以为当爸爸很容易啊？虽然是不简单，但是还是蛮开心的。明明啊，我想，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你想都别想。哎，你们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哦，是啊，我们吃完了饭就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见到那位校草吗？明岭星雄，谢谢你们照顾荣轩，下次我请你们吃饭。不用客气了。啊，今晚谢谢你们了。荣轩睡了吗？他睡了。啊，我去看他。晚安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跟我们原本的口味没有什么分别。分别太大，顾客会接受不来的。那别人已经推出新的口味了，我们也要赶快推出不同的口味才行。财叔，哎，老板娘，老师，来，我做个双饼，大家趁热吃吧。谢谢老板娘，每次来都带点心给我们。要收买你们的心啊，才能让人情力的为佳节拼搏。这是新口味的样品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也尝尝看，给我们一些意见啊。好啊。怎么样，老板娘？没有什么特别，跟我们原来的口味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嗯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现在的人啊，越来越喜欢尝试新的味道。哎，其实咖喱包也可以做成可爱的造型，吸引小朋友啊。嗯，没错，我们怎么没想到呢？对呀、啊。还有啊，我们可以呢加入蔬菜、烤鸡。甚至加入奶油，这些都可以试一试的。你懂什么？在这里擅作主张，改变太大，顾客会抗拒的。哦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做生意，其实我一点不懂，顾客的心里还是你比较了解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先推出这两种新口味，试试顾客的反应再说。那就工作吧。老板，去槟城的机票已经订了。这是槟城那边传过来的营业报告。我才一个月就赚了那么多钱啊？才那么一点点较多，我在中国投资所赚的18000啊，都比这个多一倍啊！哼，那么厉害啊！干脆就把这里的生意关掉，直接去中国发展喽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要不是我的家人都在这里啊，我早就去了。佳杰他是不会关掉赶蹦咖喱包的，他是很念旧的。真的念旧才好。财叔啊，哦，这盒双饼呢、啊，拿去给其他员工吃。好啊，员工们呢、啊、都很喜欢吃你亲手做的点心。别吓我了，我只是随便乱做的、啊。谁说的？以你的水准呢、啊，其实是可以开店自己做生意的。哦，你刚才的意见很好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接受。佳姐她是比较内行，而且她是我老公，她说什么就什么啦。我觉得他太大男人主义了，你是一颗珍珠，他就把你留在家里，你应该敢敢向他提出要求，让你来工厂帮忙，我们这真的很需要你的。我做工去了啊。
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不要整天没事就往这里跑。我没事啊，就过来看你啦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少和财叔说那么多废话。财叔说啊，我做的点心不错，有开店的水准，你觉得呢？你们女人就是那么容易骗，财叔说的话你也相信？照我看啊，差得远啦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只有养不起老婆的男人呢，才会让老婆抛头露面的出去工作。你是我老婆，你就要帮我照顾好整个家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专心的冲刺事业，赚钱养你。我知道了。这样就对了。对啊，老公，你要去槟城啊？什么时候去啊？过两天。回去多久啊？几天吧。有个朋友要看看那里的厂，顺便视察业务。哦，怎么？有什么事啊？没有啦，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，我想跟着去照顾你，顺便回去看爸爸妈妈。我跟你一起回去好吗？不用啦，我是去工作，不是去玩啊。再说你去了，家里谁来照顾我？家里有 Lisa 啊。有 Lisa 在，你就不用在了。啰啰嗦嗦的，烦不烦啊？哎，志雅，你现在在家？奶奶跟志豪呢？你奶奶出去买东西了，志豪也好像跟他一起去了。你放假要去哪里啊？我已经约好跟朋友温习功课。去哪里温习功课啊？咖啡座。去咖啡座温习功课，需要穿这样美吗？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干嘛问这么多？喂，来了来了。啊 ，OK OK， 拜拜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志雅，小心点啊。志雅同学，有个叫乔平的吗？不是男孩子的名字吗？要不要跟他去看看啊？可是学长说，教孩子就要像放风筝，有时候要放松。可是他有时候有时候拉紧啊，我还是跟他去看看。稍后的十点新闻要告诉您，